今天来玩要嫁就嫁灰太狼，穿过这个加速带，前面的应该。这边可以 cos 灰太狼和红太狼，嘿嘿，我是红太狼，粉丝 cos 的一个灰太狼。灰太狼，你想挨揍吗？啊，还挺好玩的，去那边的传送门看看有什么。是灰太狼一家的全家福，真是幸福的一家人啊！再去下一个传送门看看。到这里就结束了。还有灰太狼给红太狼准备的烟花，真浪漫啊，这样的灰太狼谁能不爱呢？